猛其无双。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，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。而这场变革的核心，正是一位名为刘傲天的年轻人。刘傲天并非凡俗之人，他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伙伴，一匹无敌战旗，名为龙旗。龙旗并非一般的马匹，它是一头来自古老传说中的神龙，化身为战旗，成就了刘傲天的霸业。拥有着传说中的龙之力量，刘傲天乘着龙旗，无往不利，横扫千军，无人可敌。刘傲天的身世充满谜团，他是在一场雷电交加的夜晚出生的，被一位神秘老人带到了一处古老的山洞中，而那里就是龙旗长眠的地方。老人告诉刘傲天，他注定要成为一代英雄，与龙旗一同征战四方，征服天下。自此之后，刘傲天踏上了征途。他在汉末乱世中崭露头角，率领着手下与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等豪强角逐，一路胜利，无人可挡。曹刘孙三分天下。在刘傲天的脚下，这些所谓的豪强都不过是一场场简单的战役。龙旗的力量让刘傲天无所不能，他遨游于大地，驰骋于天际，横扫海洋，无人可挡。然而，随着他的势力日益壮大，也引来了众多的敌人与挑战。在他的征途上，刘傲天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他们一起征战，共同追求着自由。然而，自由并非如此容易得来，刘傲天必须不断战斗，不断超越自我，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傲天的势力日益壮大，他终于征服了整个中国大地，成为了一代霸主。然而，就在他以为可以安享天下太平之时，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。一个来自远古的黑暗势力正在崛起，他们企图摧毁这个世界，席卷一切。刘傲天必须再次挺身而出，与这个强大的敌人展开最后的对决，保护自己所珍惜的一切。在最后的战斗中，刘傲天与龙旗齐心协力，奋力一搏，最终战胜了黑暗势力，守护了这片土地的和平与自由。他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，被后世永远崇拜。然而，刘傲天知道，自由并非一成不变的。他将永远保持警醒，随时准备应对新的挑战，捍卫自己所珍惜的一切。因为他知道，只有不断奋斗，才能够守护自由，才能够守护自己心中的梦想。